们比谁当的好，输了的要把午饭的鸡腿让给对方吃。小恒哥哥，我明明输了，为什么你还要把鸡腿给我吃？以后我的鸡腿都给你吃。小恒哥哥，对不起，我好像忘了你很久了。大神，你怎么来了？找到你了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找我干嘛呀？晚点我就回去了，出来的时候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小星星，你还好吗？我按照约定来找你了，还记得我吗？你怎么会有这个？你说过，如果长大之后我们走散了，就带着他来找你。现在我来了，你的小恒哥哥没有失约。我想向你正式介绍一下自己。问你了吗？你叫什么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没礼貌。你可以跟我生气，但你别老这么凶他呀。你现在就护着他了。我现在让你选，你跟我走，还是留在他身边？你干什么呀？没听见我说吗？不想看见你。我想在这里住一段时间，你抽空把房间好好打扫一下。你脑子有病吧？这是我家呀，你说住就住啊，凭什么？陆神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他现在是我小弟，是吧，陆宇恒？没错，他是我大哥。
答得好，输了的要把午饭的鸡腿让给对方吃。小恒哥哥，我明明输了，为什么你还要把鸡腿给我吃？以后我的鸡腿都给你吃。小恒哥哥，对不起，我好像忘了你很久了。